日本旅游吗？还是小杨哥？香港，香港。我没有，我觉得其实哦，飞日本的第一班啊，就访问到他们。真的，哎呦。人家杜哥这样，结果也被抓去玩，不是？我是说哦，其实有很多事情呢，他并不是说你带他去哪里玩，或者送他一个大钻戒，他就很高兴的。我觉得是那种，比如说他头很痛啊，外面下着雨，吹着风，然后呢，药房也都关了，那你想办法出去帮他买普拿疼，那你回来，他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身上外套上还有一些雨滴，对，是是加分啊啊！进门前你自己再泼自己一桶水，那个效果不是。要记得是温水哦。好，康哥，我在新加坡的演唱会，就是当着大家面前就设计一个桥段，就是把他请上来，然后宪哥跟小钟跟我都跪下来跟他求婚，这样看他要选谁。然后我准备已经买了一个戒指，在选谁啊？对，然后为了这个好像筹备了两三个月了啊，上面那气球到时候一求婚成功就会飘下来。然后他去的时候都彩排都不让他跟啊，就是不可以来看，不让他知道，这样也算浪漫吗？后来他选了谁？宪哥，应该是宪哥吧？拍谁？其实还是观察入围啦，是也是很重要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 PK 下去啦。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还有这个举手投足的魅力，我们的这男大生把关者呢是小美。小美，你有什么资格把这一关呢？你认为？我觉得自然最重要了。嘴歪，对，嘴歪，嘴歪。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帅，这个等于说现在其实蛮多女生也蛮喜欢他的。那麻烦你出来跟我们这个熟男进行 PK 吧，来。好，好的，我们现场呢有几个动作呢，希望两位呢能够来执行，好不好？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坐下来看报纸，到底谁的感觉比较会有魅力呢？啊，小杨哥可以吗？两位同步啦，好 ，Action，Action，Let's go。怎么样才能够吸引到女孩子的注意呢？展现出自己的魅力。小杨哥，你这好自然哦，有点吸睛。对啊。小杨哥，对，有点像坐在马桶上。马桶上。好像离两个都哦，坐三公分而已。哦，小美这百帅百酷。好啊，在捷运上睡着了。捷运上面睡着了的话，正好看完报纸，看了觉得今天有点无聊，就睡着了。哦，周杰伦，哎呦，小美一直在摆 pose 哦，哎呦，那个小梁哥还要把捷运上面微微的抖动也演进去了，太强了！电影做一点功，第四张画也有演警察啊，对，演的非常好，嗯。接下来，到站了，就拿包包要下那个啊捷运站。好了，到站啦，怎么样拿包包比较会有魅力呢？来看看。哦，好。到站了。到站了，就走了。走回来，走到场中央啊，走了一段路，很热，擦汗。擦个汗。好。擦个汗。擦汗。好。擦汗。哎呦。你那个是韩国舞蹈团体吧？对呀，跳什么舞啊？是不是？好，而且他刚刚说要自然就好，从头到尾我最自然，摆 pose 对不对？对呀，他在干嘛呢？拍《型男》杂志啊？对呀。哦，小龟觉得，大学生了没？小龟觉得，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小美刚刚坐下来，脚这样子跪咖，真的是。太娘了，这太娘了吧？他就想说他要不行，但是有点对，有点开一点。那我们请大家投票啦，圈是小梁哥，小美是叉叉，请投票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投票的结果是。啊，杜拜，哦，杜拜，他摆成这样哎，他这有点。太娘也太做作，连擦个汗要甩一下，还要拨一下头发，是有多少汗啊？自然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真的耶！你知道，因为像我每次看我老公，我觉得他最帅就是他一边呢，比如说要钉钉子，然后那个烟嘛就叼在那边，然后有一点烟会微熏到眼睛，还是这样，哎，好帅哦！对，就是也不用这样。放旁边，然后再，那就要多了。还是本身喜欢木匠的，有一点我喜欢工人味。哇，所以这回合小梁哥大胜，谢谢。
最后一个阶段 PK 的 PK 是才艺啦，我们的把关者是唱歌很深情动人的可乐。好，你要来唱歌了吗，可乐？对，想就是表现一下，这样，因为我们前面输得蛮惨。觉得这一关你应该有这个信心把分数拿下来吧？其实老实说没有呢，但是还是要想办法，没办法这样拼一下了。因为等一下呢，你要跟我们的康哥呢两边选一个女大生出来，然后对她深情的唱歌。哎呦，我有希望，如果跟纳豆比的话，还有一点胜算。要跟康哥比耶。那可乐今天准备什么歌？王力宏的《你不在》。那就坐在位置上唱啊，是不是？坐在位置上唱。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哦，无情等待像独白的难挨。哦，独白的难挨啊！你不在，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。我受了伤再偷偷好起来，但你不在。谢谢。深情哇！后面的 echo 有灵魂出窍的 echo 加分太多了，矿工唱歌了，然后就放走了。谁不在？对，杜拜他刚对着你唱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觉得有被电到。哦哟！但是不能看脸。不能看脸的话，就是有被电到，要求比较高了。第二也有被电到，那我们要在这边唱，男生唱情歌，不要看脸，不要看脸，是不是？也可以啊，康哥，看你要怎么唱。康哥，您想怎么表现你的歌？还是我脸借你唱个蓝女，蓝女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张学友那个蓝女啊，歌词。茫茫的我。搭一班最早的列车，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，在我没有后悔以前，当你的美梦变真，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。太过分的 PK， 对啊，太过分的 PK 啊，实力太悬殊了啊！不，小梁哥来一曲。这个实力才叫悬殊呢。哦，翔哥，你有听过他唱歌吗？有，没听过唱。哎呦，景行听啊，景行。景行听以前有唱过。而且你是里面唯一能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是其他两个是在对。里面唯一能唱的是赵哥。赵哥，对对对啊！我攻的部分是外形。是好偶像哦，是是是，好，那请女大生投票，一样，康哥这边是圈，可乐是叉，请按圈叉。哎呀，好，正方形你到底投哪里？圈，是不是正方形？对啊，因为真的太好听了，太喜欢了，然后就会就是唱到会有感动的感觉。哦，哎呦，嘻嘻，康哥太厉害，他直接唱到心坎里，就看听着好舒服，这样。可乐都只唱你脖子的背后，对不对？杜拜，你投给可乐。对啊，就是他可以把歌词冠上我名字，我觉得很用心。冠上你的名字，因为他知道用很多次啦，唱很顺，马上按康哥。哦，那这点真的是，我想今天这个。我觉得是太悬殊了啦，对啦，因为毕竟男大生都还是。我觉得那个可乐唱的还蛮很好，其实很好，只是年轻人唱歌有一个比较，就是太你们太注重你们的唱歌的表情，就是像我还是彭佳慧、小虎姐，我们来唱歌嘴巴能够多大，就是那个音出来是漂亮，可是你们就会好像就跟他擦汗的感觉是一样。哦，还是要耍帅，外形。这就是会可能会这样子。OK， 不过其实假以时日，向两位熟男看齐，我相信这几位小男生也会变成受人欢迎的男生，对不对？很有潜力的啦。啊，多跟这两位学习，去看看他们演的电影《朱丽叶》。好，12月3号。12月3号。是。好，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，谢谢。谢谢。Baby, baby.